大家尖叫之余，有没有好奇说为什么架子一定要收拢？我看了很多全台的比赛，以前我参加过爵士舞或者五等奖，其实架子没有在收拢，对吧？就打打分数哦，觉得你们很好，第几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的街舞其实不太一样啊，我们敢于就是所谓的表现跟示范，所以跟其他的赛事不太一样，是我们会架子会亲自的收拢，让他们应该讲让所有的参赛者可以知道说是有哪个等级的老师再去评判你。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来自新竹，也是一个工程师的，号称House界移动长城的